主料，奶酪40克，砂糖50克，牛奶50毫升，黄油30克，鸡蛋2个，低筋面粉20克，玉米淀粉15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好奶酪片放碗里，加入细砂糖，加入牛奶，搁水加热融化，将蛋黄一个一个加入拌匀，筛入低粉和玉米粉，把提前融化好的黄油倒入奶酪面糊中，拌匀打包的蛋白，将蛋白加入柠檬汁，用电动打蛋器分三次加入细砂糖，打至湿性发泡，将蛋白分三次拌入奶酪面糊中，蛋糊倒入蛋膜中，蛋膜外用锡纸包好，这是拌好的蛋糕糊，水预发，烤箱预热150度30分钟，晾后脱膜。烹饪技巧，奶酪蛋糕烤制的温度要低一些，防止受热膨胀至开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